有时候你问，哎，我今天晚上别管什么，哎，什么？这个哪来给整理的？啊，你意思说你不上过水？要嘞。你干嘛花五千嘛？哎，哎，我这个你不吃，哎，你要找借口，哎，周边在安排哟。你可以，你害怕是不？你害怕开开有点大啥子？王总啊，你又忽悠了王总了，我要喊你，我就要喊你，就我又不喊王总了。我有点累不累？你别说这话哟。大兄弟，你是还没洗啊？我记住他了，哎呀，我留你，我就躺你。你想抱歉，我想抱歉。没了，哦，我们等水了。你要等我哦，那你要太油，你要太油的我，太油让我太油。那个开什么路？开什么路？我都愿意开什么。啊，就是我弄这里看什么？辛苦，还是找一张给你。我让你看我干什么？哦。我让你看什么？你有没得嘛？哦，你有那个种啊嘛？哦。哦。你妈的，我下来你那个种啊没？啊，我没得嘛，好养活嘛。哎呀，我这个玩意儿，这是金顶我，你知道吧？你啊，你不买？我这叫卢广，卢广。我懂嘛，我只看中就是嘛。哦。哦。怕我怕我怕老子花了钱，你拿到水要停了那一种嘛？你敢洗的呢？我问了那一种，那是用你钱买的嘛？我，你咋的？哎，关键是关键，亲兄弟俩明白了，我用你钱买的东西，哎，你还说不过去啊？我说，啊，来了。不要，你那个等我呢，OK。我看不清楚了。看不清楚就不关我事了噻。那有玻璃挡到的。大美女哦，小美女。哦。啊，没到哎，玩具游客嘛。游客。啊，在这儿呢。快来吧，来这儿看着了。你回公司了？嗯。哎，那我看公司嘛，好久没看了过，有点想工作。请下呢。嗯，我来一瓶，啥也没有干了。怎么在这？啊，一人一个小床，这阵子活跃，这是睡觉时间。嗯、啊，给小点儿。啊。哦。三只。是。一共五只吗？啊！啊！我这儿打保安的，我这儿刷你的。进来，过来，看着我。晓得。这还不会爬呢，这个。还不会爬。
这是婴儿车呀。我找了另外一个工作，或者我要走，对吧？不可能，你真没有。那就你如果是住得好，他就可以省钱多的。嗯，销售的多，你就可以工资加，你工资加。他的对太简单，然后你比较好，你看到两个。好不好看？发钱的那个。回去的时候发给他们啊。嗯。